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明站 VIP Station。啊，话时话，嚟紧母亲节就快到了，等我想下送咩俾我妈咪先。佢成日喺度讲咩 CCVQLV， 见到佢个银包都旧旧地，不如就送个银包俾佢啦。但系咧，佢要用惯存款喎，又话好用。又话啲对接款接住啲钱唔吉利喎，多得我个好朋友介绍俾我名人站 ，download 咗个 app， 又方便又好用，而且各大嘅品牌都应有尽有，仲有埋价钱添，仲可以喺线上购物。咁我就留意到 Gucci 嘅银包，长银包，而且又要黑色拉链嘅。咁然之后我再睇埋 LV 多数都系经典款啦，老花款，佢个间隔 cutting 都唔错。咁我拉落到最底有门市嘅，既然系咁，我倒不如去门市直接睇下个款啦。个地址喺尖沙咀 A 一出口海防道变电站对面名人站。当我去到门市，咁个 sales 都好好人，推介咗我六个款式长银包。首先有呢个 Love Fit 嘅 Gucci Collection 系列，咁除此之外咧，仲有呢一款 Gucci Montblanc GG Collection 系列嘅长银包。呢一款嘅 GG Montblanc 嘅系列嘅银包，听个 sales 讲好受欢迎。而且除此之外咧，仲介紹埋我呢個 Gucci 經典壓花嘅全黑色長銀包，然後咧仲有呢一個全黑色 Gucci 復古 Vintage 嘅 logo 長銀包。個 sales 邊介紹，我自己都喺度諗緊，我媽咪應該會中意邊一款銀包。然後仲有呢一個樹紋牛皮 LV。这个树纹牛皮就表面比较有质感和有设计。最后还有这一款 LV 经典老花的 logo 长银包，打开个拉链，它里面还是桃红色。除此之外，个 sales 还介绍了，不如都横掂揀得开银包，不如再揀一个手袋趁埋一 set 送俾妈咪仲好啦。当中佢就精心挑选 LV 同埋 Gucci 呢两款手袋俾我选择。啊，讲起银包，等我逐一介绍银包俾大家啦。首先系呢一款 LV， 型号系 M61857， 树纹牛皮嘅长拉链银包，系以 Abby 嘅牛皮制成，粒面嘅质感别具特别。拉链的银包是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经典的款式之一，当中里面还有超过12个卡位。简单的拉链款，而且树纹牛皮充满特别的设计效果，简单低调的设计，在正面的右下角还压印了小小的 LV logo 的字样。第二款就是 LV， 型号是 M41895， 经典款老花的款式。这款老花长银包简直就是 LV 这个品牌最经典的一款长银包，是以 monogram 帆布制成。打开个拉链，里面桃红色竟然内有乾坤，超过12个卡位的 cutting，放纸币，拉链放 coins， 更加是采用了粒面牛皮的制成，配衬埋金属金色拉链，完全凸显到 LV 的设计。第三款就是介绍 Gucci， 型号是544473，全黑色，采用了牛皮的制成，
经典箍词压印的 logo， 感觉十分有质感，粒粒突突 3D 的效果，配衬埋银色的拉链，而且打开个银包，卡位众多，可以放到好多卡。咁当然啦，仲可以放到手机添，一边放纸币，一边放手机，当正一个 clutch 都得，啱晒日常 lunch time 轻便咁使用。而第四个款式就系 Gucci 呢一款，型号系428763嘅长身银包。而呢一款嘅银包拥有品牌标志性嘅双珠配件，十分之有特色。小牛皮系经过烫印嘅处理，营造出丰富有质感嘅珠皮效果，所以大家都会见到特别嘅牛皮，而且充满唔同嘅质感。古铜色嘅配件，感觉上有 vintage 嘅效果，别具韵味。去到第五个款式，就是这一款 Gucci Not Fake 的系列，型号是636169。这个设计方面十分之新颖，不但烫印了 Fake Not 的字样和红绿的元素，额外还有以啡色皮革色边设计。Gucci 向来都采用了环保物料而制成，打开个拉链当然不少得放卡、放 cash、放 coins 的 cutting 啦。一个充满特别设计 fashion 的款式。到最后第六款 Gucci Montblanc GG Collection 系列的银包，型号是443123，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 Gucci Montblanc 这个系列 Vintage 的复古元素，全牛皮裸色，有波浪纹的设计，背后还有 GG Gucci 的压印 logo 元素，裸色的颜色配衬 GG Collection Montblanc 这个系列，简直是深得一众女士的欢迎。以上这六款的银包，不知道大家哪一款是你心仪的款式呢？而我跟回我妈咪的要求，喜欢黑色长身拉链，我最后都选了这一款 Gucci 以牛皮设计，但是带有猪皮效果的质感， Vintage 的 logo实啱晒佢用啦，最重要嘅系全黑色，黑色守财、哦，都唔知点解咁迷信。另外到袋啦，首先系 LV， 型号系 M41055 Montagnier BB Collection 系列。呢一款 Montagnier BB Collection 嘅手袋，个名称系源自于巴黎优雅嘅大道。设计时尚，额外实用。设计是以 monogram 帆布的制成，天然的牛皮色边，加上内里酒红色的微纤维衬托，金色的金属配件，额外还有锁和锁匙套，用途是用于中间拉链夹层配有个挂锁位置，还设有一条可以斜孭的长肩带。这个这么小巧这么好用的款式，适合配衬在上班和休闲的造型，携带更加轻松自在。跟住下来就是这一款 Ovidia GG Collection 系列的小型斜孭袋，型号是601044，而这一款是2020年初春系列推出的，包括采用了 GG Supreme 帆布的制成，
个袋身是具有以红绿色织带的条纹，配衬别具特色的金色双 G 的元素，两者的款式都各具特色。而这一款 Montania BB Collection 有个长肩带，可以方便斜孭，而且个 handle 位置都仲可以用作手环或者是手拎都得。用途方面仲十分之多元化。嚟到呢一个 Ovidia GG Collection， 佢条长带系固定嘅，可以上膊或者系斜孭。大家有冇留意到条带可以自己调校长短？两者对比起嚟，一个充满大方嘅款式，而一个充满复古 vintage 休闲嘅款式。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款呢？当然等我想想哪一款最合我心水。而当中个 sales 还特别推荐我一样很好玩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 LV Montani 的款式，可以加一条丝带作配衬，当时就采用了 Hermes 的 Tweed 绑在个手柄位置。除了靓之外，个 sales 仲话仲可以保护翻个手柄位置。当中嘅绑法当然系千变万化啦，有最基本、最基础嘅呢一款绑法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，当然可以喺网上 search 翻有关嘅教学。唔同嘅颜色。不同的绑法，不同的心情。当然除了 Hermes 之外， LV 本身或者是 Dior 的品牌系列都会有丝带的出现。而个袋有两边的 handle， 当然都可以选择绑埋两边，不同的款式，不同的 pattern。嚟一个 mix and match 嘅效果。谂翻起当其时个 sales 真系非常之细心，谂到一个咁好玩而且有咁特别嘅效果，绑下绑下有一个唔同嘅花式呈现喺我嘅眼前，真系令我刮目相看啊！等我翻去都好好咁研究一下先。讲起丝带呢样嘢咧，相信好多女士们都有好多个唔同款式嘅手袋啦。尤其是袋嘅手柄，每日接触得最多，淡色嘅手柄最特别容易污糟。咁如果污糟之后又比较难打理，又会影响个袋，所以就可以运用呢个方法，倒不如喺袋的手柄位置绑一条丝带，既可以保持到手柄的干净程度，又可以装饰个袋款，令个袋款变得更加 special， 又有不同的风格，又有新鲜感的效果。想想下，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之好的 idea。所以我最后就揀选了 LV Montani 这一款的袋款和 Gucci 的黑色长银包，等到母亲节的时候就给个 surprise 给妈咪。听完我的介绍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水的 product 呢？我叫 Ring 马家宝，以下还有我的联络方式 WhatsApp 和 WeChat，或者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尖沙咀海防道名人站，有不同的款式，更加多的 product 等着大家，到时见，拜拜。